Marco, Keyman, Gao Ling Sam, Wong Pai Kitchen。好波不妨一听再听，王牌阿叔紧贴港队 Special 之时空穿越亚洲杯。好啦，终于嚟到咧对巴勒斯坦嘅比赛日啦。咁啊，今日咧就喺呢个叫做苏瓦基夫一个旧嘅旧城区啦。嗰度咧就香港球迷就聚集，咁啊会有呢个香港球迷打气嘅颈巾派粉派人。头先见到你，冇话喺排队都执到一条颈巾咁正。咦，咁你都睇到，唔好意思排啊嘛咧，大家咧好有心机，真系好早嚟又身水身汗咁，梗系唔好意思排。不过后屘唔知边个经过后边咧，少少摄，一只手摄落我 pat 度，哇！哇，心凉一凉啊！原来。佢攝條頸巾落我褲袋啫。喂，馬爺，但係講緊，如果條頸巾攝咗你個攞 pad 度，會唔會褲袋要？今晚嗰場波就因為你啊咩咧？不過唔緊要啊。咩唔緊要啫？都係我瘦啫。唔係啊，全港嘅球迷瘦㗎，話曬你哥都係老，你唔係後生，香港都後生啊嘛。一攝咗你個老記嗰度，哇，咁係咩？不過唔緊要，我哋香港咧就球迷即係好耐冇見過咧。咁大堆嘅球迷喺海外啦，我基本上未必有咁多人試過喺埋一齊。同埋最正係咩呢？香港呢班球迷，因為我眼見咧係冇人係超過45歲嘅。黐線嘅你都咩？而家年齡歧視啊你？乜嘢？人哋講冇人超過45歲，咩年齡歧視啊？你咁我而家成個企喺你面前做乜嘢？唔係先，窮人你係咪本身你自己宅界？係啊，即係你用你個歲數嚟計啊！真係未到45歲。你歲數以下啲叫年輕。咁我呢個觀察嚟嘅啫，馬爺科學嚟嘅嚇，好客觀，好客觀。咁啊，講下香港球迷先，哇！頭先又唱歌啊，打氣啊咁樣，好有氣勢啊！咁啊，馬爺對於今晚呢一場波，球迷你覺得咪玩得會盡興咧？因為教練安達臣話當決賽咁踢。嗱，成日都好驚啊！呢單嘢就係、是，喂，咁係咪真係冇噶啦？係咪好灰啊？係咪即係最尾呢一炮啦？咁樣個心態要點調整與平衡咧？安瑞講得出呢句咧，真係可以簡單讚一讚佢識嘢，因為咧通常嗰啲咧有個決心啊，就係唱唱下決賽咧。最後先至攞到冠軍，因為我記得一年前有一隊阿珍咧，類似係咁，第二場已經告急噶啦，咁啊場場決賽唔贏唔掂，啱，結果贏到尾喎，誒、睇嚟安瑞帶領香港都有呢種必勝嘅決心喎、啊，咦，或者係抄咗阿根廷嗰種打氣同鼓勵嘅方法，大家嘅睇法都接近啊，同埋可能本身即係高層次嘅教練啦，佢哋本身中意用呢一隻方法去激勵球員啊嘛，咁樣，咁假如今晚真係當決賽最後一場去踢嘅話，阿爺有邊四粒字可以送俾啲香港嘅球員代四粒咩字落去踢咧嚇？哦，你係送俾香港隊嘅球迷啊嘛，係咪？球員啊，球員，梗係啦，四粒字，係好自為之。哇，咦，好似訓斥嘅四粒字嚟喎，馬爺，會嚴厲得滯啊！人哋好緊張噶咯喎。唔係喎，好自為之，即係話即係做好自己就係為之叻仔咁嘅意思啫喎、哦。應該好自為之叻仔喎。係啊，六粒字喎，一個係。唔係咁個叻仔唔使寫曬，大佬，中國咁多年嘅地大物博呢個歷史文化就係唔使全部字講曬出嚟㗎。哦，原來就係你搞嘅。你自己諗啊！中國香港隊哦。咁、所以咧就希望各位球員好好做好自己嘅崗位。夠啦，好似球迷一樣。仔球迷一樣啊，因為啲球員前幾日喺咪見到佢哋咧，佢都覺得哇，香港球迷真係大家都感動啊，眼濕濕啊嗰只咁樣，所以即係話即係大家一人做一啲嘢咧，做好自己就夠啦。好，咁而家咧就跟大隊一齊入去搭地鐵，唉。战都不会退后，全速直闯再没然后，任何状况都接受，千把刀吞进咽喉，其实只需不退避，不要引诱，其实漆黑一片都可以牵手，无需来解释，只像人才修补错漏，如像蜘蛛编织家一世等候。一双手怎抵抗世间的拳头，逃或退。
需一秒回头，残躯独斗对天独奏，难望透看春秋。谁讲天不怕，谁抵挡火化，人生一次生存苦行升华，挨几多的咒骂，常苦胆苦劫来坚持自己好吗，神山虽可怕仍会向上爬，如山崩了温听王牌阿叔紧贴港队 special 之时空穿越亚洲杯。咁我哋去到一个叫做教育城啊，定大学城嘅一个站啦，攞车之后咧，哇，望一望嗰个球场系好远嘅，即系你望到其实大概距离系咩咧？似乎喺尖沙咀要望到个基尼地城咁上下距离。咁所以而家要转一架巴士。喂，阿 Peter， 我想问呢啲巴士系点样嘅？即系点样分？点样上？即系我哋目测啦，香港嘅球迷应该超过谂三四百人嘅都有。系系系。咁如果睇呢啲巴士，每架坐到四十人到啦，都要成十架巴士先可以车到晒我哋所有球迷过去。哦，但系点解佢唔喺个球场近翻个站，或者搵起个站近翻个球场啦？咁呢个又要问翻即系卡塔尔嘅地下非官方首席荣誉自称最撑市民嘅马启仁先生，佢就会话到俾你听。佢嗰阵时咧，知唔知呢个故事就系呢个地方我嚟过嘅。我世界杯期间，我第一个嚟嘅卡塔尔嘅车站就系呢、這个。佢嗰阵时就诶，乔爷，你去卡塔尔去嗰个大学城嗰度啦，大学城点咧？大学就有啲嘢食，有啲嘢玩嘅，咁我就嚟到呢度啦。一落车咧系。即系唔好用四野无人，系八野无人啦。咁我仲要委过于嗰个喺车站嗰、那个即系 staff 哦 ，where 仲 have food restaurant 个 no food 咁样。话咩点会 no food 噶呢、這个世界系咪？佢话世界杯，佢话 no food 咁样。佢又叫我指我翻翻去市区。我吓我咪喺市区搭嚟，你叫我翻翻去市区做乜嘢啊？咁样即系原来我发现咗咧，某程度上佢哋嗰啲工作人员其实都。几诚实噶，冇就冇系嘛，最唔诚实嗰系马爷。我就系想讲啦，佢头先咧仲喺度否认话我边有讲过呢啲嘢。系啊，喂，好彩我哋仲有个 record 喺度。系啊，我哋记得翻喂，唔系马爷，你叫落机即刻嚟呢度有嘢食。系啊，个大学生点会冇嘢食啊？女同学都有好多啦。系啊，跟住原来真系双目失明啊！呢单嘢就好彩大家睇眼嘅啫，咁鬼就好啦，而家上巴士啦。
好波不妨一听再听，王牌阿叔紧贴港队 special 之时空穿越亚洲杯。哇，坐一程挨住半粒钟巴士，终于嚟到呢一个球场。喂，马爷，呢个球场好似唔系世界杯嗰球场嚟噶嘛？系、哦，你应该终于有地方喺卡塔尔未去过噶咯，好新鲜。嗱、啊，不过咁睇，虽然话坐一万人，开头有少少觉得，哇，会唔会即系水平低啲啊？望国墙壁劫嗰只啊？而家大概距离佢200米左右望过去咧，设计相当新颖、哦。佢咧系四个角，有四个嗰啲反光灯突咗出嚟，就设计有啲外星感觉。哇，外星添啊！配合喺佢对面嗰条马路嗰边有啲古城嘅呢个痕迹，感觉上啊，古今融合就喺呢个球场入边啦。哇，马爷呢个荣誉市民即系嗰个吹嘘啊，嗰个鞋油味好浓、啊，讲到好似好夸夸穿越咁啊，嗰边又话未来，呢边又话历史古城。但咁講，遠睇咧，其實都真係幾有型同埋唔錯嘅。咁啊，究竟裏邊嗰個實況現狀又係點樣咧？咁啊，未講完啊，我仲有啊，係啊，因為即係講到咁天上有地下無啊，古往今嗱，次有咩朋友嚟親卡塔爾有嘢唔滿意，覺得俾阿馬爺水咗過嚟嘅話咧，自己啊上去商台廣播道三號嗰個咧就去 reception 就敲敲問張文啦。唉，张文会招呼你嘅，搞掂佢啦。张文去整张 selfie 啊，大家冇嘢啦。哇，咁啊，讲翻先吓，讲到咁巴闭嘅球场，咁真系务求我哋希望喺一阵咧，可以能够见到香港队喺呢度创造历史。哇哦 ，yeah！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中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好波不妨一听再听，王牌阿叔紧贴港队 special 之时空穿越亚洲杯。从前世界天真得多，难漫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情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堆满一街，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都没，换你的心再不需要悔，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你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好波不妨一听再听，王牌阿叔紧贴港队 special 之时空穿越亚洲杯。哇，马爷，喂，做咩你突然间带咗个私人 DJ 嚟呢度？喂，唔系喎，系咪过咗大海嗰啲五重街啊、百家市、下午茶啲市区？系啊，喂，马爷，你带咗私家 DJ 嚟喎？而家你睇啦，远处有个着住好拼嘅吓，系一过头笠嘅，戴住个黑超嘅，疑似华人嘅 DJ。哦，一见到咧，哇，咁多香港球迷嘅，整啲好嘢你叹下咧。喂，但系佢系去瞄准住一班咧挨住啊，就嚟可以免费搭车嘅球迷咧，去打点喎，啱晒你马爷呢一只气氛啊！哇喂，真系喺亚洲杯突然间听到马爷本身最地道嘅嗰只狂野的士高版嘅饿狼传说，哇！嗱，我唔敢肯定佢系香港人啦，但系佢深知我哋啊，喺90年代嘅时候咧。是曾經是有幾風光，所以他先打
以前的伤心的理由，是啊是啊，是有学友的光圈，唤起我们90年代的回忆，再打一个爱会像头饿狼，因为那个年代呢个找到食 啊风花雪月啦，好多都玩到好嘢嘅，即系你啊，我嗰阵时系咩个单细胞嚟嘅啫。OK， 咁啊，所以咧，好多谢呢位 DJ 帮我哋打打气，咁啊，令到我咧哋可以插足电进入呢个球场。哇，开晒马爷嗰份哇，今晚香港队会唔会真系顺风顺水咧？最紧要我哋啲球员都要听到呢首歌，啊，唔知佢哋识唔识唱啦。我有时行过嗰啲啊，元朗啊，天水围公园啊，都会听到嘅。系，仲要识唱嘅一齐唱，唔识嘅都一齐唱啦。一听再听，王牌阿叔紧贴港队 special 之时空穿越亚洲杯。咁球场嘅外边啦，座位嘅外边咧，咁啊喺通道等齐一齐先入场啦。咁啊以目测嚟讲咧，都陆续有巴勒斯坦嘅球迷入场。喂，咪头先话嘅香港啲球迷咧，而家即系后生年轻化咁样啦吓。我见到佢哋巴勒斯坦球迷系再年轻啲。即係扶老攜幼，一家大細全部嚟咁樣啊！咁突然之間變咗嗰個男女比例又高好多，香港球迷咧就後生，但係咧始終嗰個麻甩仔嗰個汗水味、嗰個荷爾蒙嗰味太強啦。嚟到呢度，哇！有翻多少巴勒斯坦嘅女士嘅氣氛咁，哇！係咪又高興啲咧，馬爺？哦，咁有啲嘢咧就唔肯得咁多啊，因為你世界盃嗰時候你都知道你玩到幾盡噶啦。我咁講，即係其實你都知道令到人哋幾聞風喪膽噶啦。其實人哋入咗阿根廷數要做，阿根廷啊有條友啊長頭髮噶，成日咧揾到啲女球迷啊。嗱，唔好咁講啊，其實咧即係有啲嘢你恨到嘅。因為咧，人哋始終咧有好多係街坊，好多咧都係喺譬如可能喺卡塔爾住啊，哦係喎係喎，或者係鄰近地區，咁所以佢哋咧係可以成家一齊嚟嘅，咁好明顯係當咗家庭活動啦。嗱，你講家庭活動咧，我想講翻我哋上一場波咧，香港對住伊朗嗰場波咧，喺我哋前面入場嘅時候啊，嗰條龍咧喺我哋前面有家庭排隊噶嘛，咁啊有個朋友咧係揸住一張飛咧係。帶了六個即老婆連女，一抽人咁樣諗住用一張飛就入嚟坐七個位，女士嘅一個男士掕六個女士，會唔會係女子足球隊嗰啲領隊嗰啲啊？哦，但係係扶老攜幼，即係細個係講緊得即係十歲咁樣。咁你足球隊都有唔同嘅 U 隊嚟嘅，係咁係咪即係佢哋嗰種覺得即係喂睇波，梗係一家大細嘅事情啦。咁但係佢買一張飛㗎，即係勁係佢入唔到場㗎，做咩啊？咁啊講翻咧一家大細之後，我哋今日見到好多巴勒斯坦嘅球迷啦，咁樣。好似我哋隔離而家接受緊訪問，一家大細都有個小妹妹，可能得幾歲咁啊！我見好 welcome 嘅，即係無論係自己有定係對手，但係有啲小球迷咧都係好歡迎，因為咧小球迷就係足球未來嘅力量嚟噶嘛。哇！你又講呢啲啊？咦？定係睇波？咁似啲主席啊嗰啲。哦，如果主席都係講呢啲，咁啊更加歡迎啦，係咪？即係大家都係咁睇，因為咧就係未來靠曬佢哋嚇。咁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通常呢啲小朋友咧同我打個照面，即係男仔女仔都好啦，佢通常都笑眯眯。即係有啲笑，即係唔會有好咩敵意啊，或者你邊度嚟啊，冇呢啲嘢嘅，歡迎嘅。講開講喎，係點啊？講開點講咧？香港都有自己嘅故事喎。咁啊，頭先我哋咪坐成半粒鐘巴士接駁巴啦，咁。咁上面咧就相應翻一位香港嘅哥哥 uncle 啦。啊，咁佢就認得我。咁但係點解認翻咧？就係佢係喂，以前咧你做本雜誌嗰陣時咧訪問過我。咁我諗翻，你都有份做噶嘛？十幾年前的啦，十幾年前的歷史。佢話：喂，當時你咪同我做了一個訪問嘅，咁嗰陣時咪就喺小西灣嗰度，你就揾埋我同埋兩個仔一起講下講波嗰啲嘢，就話三個父子兵咧，但係個個捧唔同球隊咁。哦，我哋好記得㗎，咁啊佢同我講翻，跟住哇咁慣啊，我就一時唔記得，不過樣有少認得。跟住佢就話咧：，今時今日咧，到我當時嗰個仔啊得幾歲嗰個咧，而家咧大個咗啦。
帶翻我嚟亞洲杯啊！哇！哇！咁佢今日咧就係同阿仔一齊嚟睇亞洲杯。哇！咁啊，睇佢講出嚟嗰句説話嘅時候咧，都係充滿一個叫欣慰啊！唉，今時今日我仔都出身啦，帶翻我去睇波啊！咁啊，所以話即係呢啲一家人嘅故事咧，每個國家都有嘅。咁啊，馬爺，你個千金又帶你去邊咧嚇？平時佢帶你去邊咧？佢咪帶我喺 YouTube 嗰度睇一啲 K-pop 咯，夠啦，戒都唔出啊！入場唔掂噶，老豆。你幫我揾我啦，咪寫一條 link 俾你咯，咩撳唔到啫？
Marco, Keyman, Gowling Sam, Wong Pai Kitchen。好波不妨一听再听，王牌阿叔紧贴港队 special 之时空穿越亚洲杯。我入到球场里边，阿爷咁啊，感觉有少少真系似旺角场嗰个感觉。哦，似，即系如果讲嗰个球场同球迷嘅距离，不过咧。佢我覺得即係細得嚟幾靚喎，好簡潔嘅設計，就係兩邊就係比較多球迷啦，龍門後邊嗰兩邊咧，淨係依啲嘅，少啲位嘅。譬如我哋旺角場兩邊龍門後邊都好高㗎嘛，佢冇嘅，集中曬就係球場兩邊咯。咁我哋嘅香港隊咧就係喺其中一邊嘅中間位置啦，都幾靚嘅呢個位。我哋呢個位置係對住佢哋後備席喎，即係可以睇曬教練啊、後備球員嗰啲反應啦。咁啊，調轉咁講喎，佢哋睇住我哋喎。哦，咁啊系，全场听住我哋，接收住嗰个能量系咪？但呢度好似个球场嚟讲咧，就豪华啲，因为我哋对面咧，即系后备席后面嗰啲座位上面咧，就有啲贵宾席啦吓。咁啊，但系最上上边咧系有啲好靓嘅位，有少好似系咪酒楼嚟嘅咧？有啲拥凳啊咁样。唔好咁讲，系因为其实喺卡塔尔呢边咧，佢系有一啲咧 V I P 席咧，系特别 V I P 个世界各地嗰啲球场，通常就系有玻璃幕墙啦，好大嘅，入边诶，如果你细心睇。有沙發啊，空間啊好大，咁啊俾佢哋咧就係好寫意咁坐喺度，咁樣嘅攤啊，或者又好寫意咁坐喺度睇。咁然之後最緊要就因為點解咧？佢又好需要冷氣噶嘛，因為今時今日一月就好舒服啦。如果嗰啲暑假嚟睇咧，一定要喺入邊嘆冷氣先掂。咁啊，但係俾我揀咧，都係黐住班香港嘅球迷啦，冷氣唔重要啊，熱情先係緊要啊，馬爺。唔怪之係靠得咁近隔離嗰位啦，即係你咯。一听再听，王牌阿叔紧贴港队 special 之时空穿越亚洲杯。好啦，嚟开波咧，仲有大概两三分钟啊，嗰马爷。咁啊，觉得今日嘅球迷同往日嗰场波嘅球迷有咩唔同咧？系咪人啊多咗啊，或者气氛点啊？喂，暂时都系目测啦，冇办法逐个埋去睇咧，应该系三场之冠噶啦，因为好多球迷真系喺最后呢场波嚟到支持香港队啦。咁啊，有趣就系、是。我哋而家隔離咧，嗰啲巴勒斯坦球迷咧都同我哋好近嘅，咁啊互相喺度去唱山歌咁，希望一間大家越嗌越去。想去嗌就起勢嗌，想去嗌就起勢嗌。我哋陣容最浩大，我哋陣容最浩大。想去嗌就起勢嗌，想去嗌就起勢嗌。我哋熱情更盛大。做后台我带晒，点解可以霸占伟大？我要去呼嗌，人类霸占地球太自大，每日尽情破坏。点解可以霸占伟大？我要去变态，怎么会令地球更腐坏？机器人就我带晒。阿叔紧贴港队 special 之时空穿越亚洲杯。好，半场嘅时间啦，暂时比数香港就系落后1-0。不过真系好佩服啲球迷，左右前后都系，佢哋就除咗专心睇波之外咧，佢哋其实点解咧？我相信佢哋系经过训练，即系已经练好晒几首歌啦，一嚟个 beat 就即刻可以哼到，自不然即系佢差唔多一路睇一路可以唱。啊喂，其实啲球迷咧成日都话嘛，啊佢哋应该而家枕住有成5-6首歌系可以唱嘅，即系有冇啲咩意见俾佢哋？话晒都系年轻嘅一班朋友咧。咁啊，可能啊，即系喺个 music selection 当中啊，哦、有咩意见咧？我见到佢快歌有，慢歌又有，但系系咪应该加翻啲歌咧？喂，千祈唔好咁讲 ，local 啲，因为佢嗰歌都系外国啲英文歌改翻翻嚟噶嘛。嗱，我觉得 local 有 local 好，但系咧 universal 亦都有 universal 嘅好处。点解咧？头先有一两首，即系佢哋喺哼嘅时候咧，即系人都识嗰啲音符嘅时候咧，我发现对面嗰对波。
嘅一啲球迷咧，都會有時跟住哼下手舞足蹈，唔小心嗌埋一齊咁樣唱 K 黐人咪咁樣。係啊，因為呢個就係好處，隨時咧就分途埋對面嗰隊。咁如果真係提議多人，我相信咧嚟緊即係打氣球迷咧，應該都係好希望多啲球迷提議，有啲咩歌啊咁。嗱，我大胆建议一首，系咁好啦，轻轻好啦。咁呢首歌嚟计咧，就家传户晓啊。咦，多捉下路先。如果马爷讲嘅家传户晓，可能系喺蔡枫华之后，或者喺蔡庆伦之前嗰啲，就唔系姓蔡嘅，因为呢首歌咧都系偏向 universal 啊。家传户晓就喺世界各地应该都有不同嘅语言嘅版本嘅，唔系广东歌嚟噶本身。但系个广东歌咧，亦都相当深入民心嘅，即系话若果我哼两句咧，你恐怕都识接。咁你不如唱英文嗰两句听下先啊！要一唱广东话，一嚟啊，好肉少少，就系、是、世界真细，小小小，哇，笑得真奇妙妙妙，哇！咁咧就好容易，除咗自己嗨嗨嗨之外咧，對方啊，你都可能會自不然唱咗佢，譬如今日咁樣啦，巴勒斯坦嘅版本啦，佢話 It's a little world， 呢個真係好啱喎，馬爺，可以考慮下。咁啊，加上大家就算唔識唱啊，去到最尾個音都一定可以識少少少啦，妙妙妙啦。咁啊，喺詹叔嘅詞裏面最後嗰兩句就話實在真係世界叫小兒。妙似又有阳光照，兼有朗月耀，良朋同欢聚，相依相对笑，万里难隔阻，心里情畅照，因知人间少得俏，世界真细小小小。一听再听，王牌阿叔紧贴港队 special 之时空穿越亚洲杯。喂，冇办法啦，马爷喺度咧，点都要即系讲一讲波啊！半场俾翻少少 round up， 喺马爷嘅眼中睇到香港队嘅表现系点样咧？有咩可以改进？随意啊，追翻一球半球咁样，已经系101分噶啦。不过咧，如果相比伊朗嗰场咧，我觉得今日轻轻好似又急躁咗少少，唔知系咪可能球员之间都觉得呢场要嚼佢啦？咁、哦、球迷大大声点唱啊嘛，下场赢咁样，即系唔系讲压力啊，而系想和应翻大家嗰个心情，可能真系会叫做唔系叫急进，不过真系会用啲力啊，想做多啲嘢咁样。系咁啊，后半段系好一啲嘅，当然失咗一球波啦。咁后半段咧，慢慢再入局少少。咁但系可惜就系我哋个主将啊，后防劳列斯呢几场其实真系靠晒佢嘅，又高大又一夫当关。点不知咧就惯性甩咗个臼，唉，搞到咧半场要换咗佢。咁啊有少少替佢唔开心啦，但系唔紧要，出边个都一样要咁样搏杀噶啦。啱。谂我头先见到，除咗球场里边即系有嗰个大家嗰个拼搏之外咧，球场外都因为马爷坐个位咧，隔篱就系成冧巴勒斯坦嘅球迷啊。咁香港队唱歌嘅时候，佢又会即系骚扰啊。跟住我哋啊攞波嘅时候，佢又会嘘下。当然我哋攞波，我哋都会嘘啦。即系喺百界外边咧，都有呢一种争夺嘅感觉。喂，妈呀！其实有时真系同啲球迷，尤其是对手坐得咁近咧，即系点样嗰个过招啊？点样推手啊？有翻两下即系猜嚟猜去，而不失斯文又有型咁啦。哦，唔会嘅、啊，我哋我见到你头先都即系唔系好出声咁、啊。即系正所谓对手还对手。都可以做好朋友噶嘛？啱啊！咁所以呢個環境我見到嘅好多咧，因為咧其實都係即係頭先之前都講啦，好多即係屋企人啊嗰啲咧。雖然咧佢都係即係好狂熱打氣，但係咧都有少咪咪嘴笑嘅，即係都係好 enjoy 咁環境。咁所以咧其實唔係想同我哋開片，因為我哋心態咧唔好話即係一嚟就咩啊咩事啊。唔係，其實呢、這個如果呢個世界需要開片，就唔使踢世界盃啦，大家就係用啊，即、就、係、是、一個球技。去解決。不過咁講，今日嗰個 set up 咧，即係球場，我諗都係坐一半到5000人到啦。
即係計落我哋咧，就人其實都係少，可能都係一千左右。但係咧，我哋就好集中，所以我哋氣勢確實係壓住巴勒斯坦。是但巴勒斯坦後屘都諗到一招，啊，佢哋都諗到即係你啊空中攻擊，我哋就係地下通道咁樣。佢哋咧就用咗一招咧，就係拍手掌。哦，開始咧就拍下啲即係突突突突突啊突突突突突突，譬如類似呢啲啊。咁咧，我發現咧。原來嗌口號的聲咧，同拍手掌的聲咧，係互相騷擾不到嘅喎。哦，即係佢哋仍然都可以維持住佢哋有一定的威勢，即係唔會俾香港隊的歌影響或者打亂咗佢哋嘅歡呼。所以我期望我哋香港隊日後再加強呢個打氣嘅啲花神啊，不妨喺即係拍手號方面亦都可以加啲苦功。係喎，而家咧係好多係會誒揈咗毛巾啊嘛，有機械玩。就變咗大家拍手嘅機會就少咗啊！拍手掌其實都好重要，即係掌聲咧，球員應該話即係好直接，或者人係會覺得啊有個快感啊 ，feel 到個支持啊，咪容易跟住一齊拍。啱。咁啊，日後再進一級咧，不妨可以抌腳咧，都係一個幾好發泄嘅方法咧，同埋個響聲又唔同喎，會沉啲，個 bass 就嘣嘣遠啲，嘣嘣嘣嘣嘣嘣嘣。Rock Chill 就係咁啦，咁啊頭先喺地鐵嚟嘅時候咧，好多我哋啲打氣團咧都揼地嘅，想揼爛個地鐵大佬，揼穿架車咁樣係咪？希望留翻遲啲喺呢個球場用啦嚇。好，咁啊下半場即將開波啦，咁啊香港隊可唔可以乘勢啊追翻咧？咁啊好，大家打氣大力啲，有位睇波。Big disgrace,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We will rock you. Sing it! We will rock you. Buddy, you're an old man, poor man, pleading with your eyes, gonna make you zombie someday. You got mud on your face. Big disgrace, somebody better put your bag into your place. We will 王牌阿叔紧贴港队 special 之时空穿越亚洲杯啊！完场喂，大哥咧，完场嗰个事情咧，唔系即系吹完场梗系完场，完咗场之后咧，香港球迷即系你话佢系即系热情啊、疯狂啊，定系痴情啊，还是系真系啊？系用啲咩形容咧？即系个个都唔肯走，每个球员买到嚟都要影一张相啊，跟住又等埋啊教练安达臣嗌佢出嚟啊，跟住又要嗌翻。成隊球隊喺更衣室，有啲已經剝曬鞋、剝曬襪啦，著翻對拖鞋，甚至乎冇著鞋啲球員出翻嚟做咩咧？原來真係全個球隊上上下，再加埋喺我哋現場裏邊坐喺呢個球迷打氣區嘅幾百人一齊影一張全家嘅大合照。哇！其實我諗馬爺你睇咁多年波都應該未試過啦，係嘛？我冇試過啊。咁最尾呢段咧都幾緊要啊！即係作為今次香港隊之旅，即係講緊球員嘅表現啦。咁嗱，當然啦。呢場波最後是可惜啦，亦都有啲隱恨啦，因為最後就算破蛋個十二碼都仲未射唔入啦。咁所以咧，完場嘅時候咧，其實班球員係我覺得係幾沮喪，即係亦都當球迷們百二分努力打緊氣嘅時候，佢哋更加有少少即係唔好意思，唔知點樣面對你哋。所以咧，就過到嚟嘅時候咧，大家亦都。不知道有咩好講啦，有種好似要交功課，但係攞唔出嚟咁個感覺，有少少咧係即係頭耷耷咁翻返去更衣室。咁我覺得咧呢個時候咧，球迷真係發揮到力量喎，因為其實香港隊嘅球迷咧真係勁抽嘅地方就係四碼射唔入，照打氣，完場輸咗，照打氣，完場啊！照嗌 We are Hong Kong， 咁呢啲係乜嘢呢？其實我諗係一個幾好嘅提醒翻球員、就是，就係呢場波係輸咗，出唔到線，但係球迷們仲喺度，咁亦都即係話俾你知，你踢波嘅亦都要保持翻嗰個士氣，可以唔開心一晚好啦，第二日重新嚟過。好事來，好事來。
再講多次啊，後生咗啊，平均年齡入場今次我諗即可能即係三十歲鬆啲嘅，都未必有添。咁啊，佢哋打氣嘅方式咧，同以往嘅唔同。以往即係睇咗幾十年波，都係奉行即係單字撐港隊啊嘛，即係睇得好就送個單字，誒咁樣；睇得唔好嗰腳又誒咁樣。而家就變咗冇喎，唔係嗰隻喎。以前就係你會鬧，咁啊今日呢一場波當然啦，我諗絕大部分球員都係嘅表現都合乎球迷所想。不過間中有一兩個球員話：哎呀，點解嗰個波俾唔到啊？嗰個波點解唔即係得埋個身位啊？點解唔搶啊？咁樣即係嗰啲往時，如果喺旺角場咧，真係有加埋有成千過萬隻單字。不過今日居然咧係冇人鬧喎。即係喺個咁紛亂嘅世界，大家仲咁叫做好枯燥啊！大家喪失好多耐性啊，好中意表達自己嗰個情緒，尤其是負面嘅。但居然呢班香港球迷係淨冇咗嗰種戾氣，全部都係呵住你嘅，全部都係打氣仔啊！你講啱喎，你頭先嗰個觀察咧，直頭就係、是、你負能量咧，你加入香港球迷打氣隊咧，啊，即或者叫打氣團啦、啊、或者呢班人啦、啊。你好難負能量，其實好自然咧。負能量嘅人係唔會嚟呢度玩，即係球場都有另外一種球迷㗎，係咪？就係嗰只單字派啦，係咪？但係單字派咧，其實講緊係喺呢個世界當中係
唔再有即係太多嘅位置所企，因為你見到如果富人兩嘅話，佢唔會買緊機票啦，唔會嚟博香港隊有好成績啦，係咪？亦都唔會支持啊，企到最後。所以如果真係要發脾氣嗰種球迷咧，其實似乎已經唔係喺呢一個主流嘅球迷嘅 style 當中喎。所以喬爺，你有冇覺得你改變咗？我越嚟越純品啊！純咩品啫？講緊能量啊！乜有冇越嚟越覺得有好多正能量啊？尤其是對住你咧，哇！大合唱啊！哇！我成舒服曬我而家，咁所以我覺得好似無啦啦去咗啲咩心靈洗滌課程啊！所以咧，我希望聽到嘅呢個香港球迷嘅，無論係領導啦，定係大家一齊參加嘅朋友啦，盡量拉 Marco 一齊加入！哇！呢個香港更加美好啊！喂，你冇搞錯，馬爺，好似係我拉你嚟喎，今次點會要拉翻我入去啊？所以我見到你改變真係好開心，好感動，好感激。咁好啦，嗱，又感動又感激又盛，咁不如最尾送一首歌嗱，我哋都要作結啦。呢、這個多哈之旅咧，去到呢一度同港隊都一齊啊，攬住嘅，即係離遠離空啦嚇，一齊經歷咗咁多，咁啊最尾送一首歌俾即係球員啦、球迷啦、聽眾朋友同我哋一齊啦，送一首歌去送我哋翻屋企啦。使唔使送埋而家喺度等你嗰位巴勒斯坦女球迷？係啊，個女球迷係咁走埋嚟啊，馬爺度係咁眨眼喎，啊錄緊音咁，仲唔走？係唔走喺度啊？佢係 say hi 啫。Hi. Hi.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We're goo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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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joy your gam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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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we enjoy our game too. Yeah. We enjoy. You were very nice. But... Say something to Hong Kong. Hello, people in Hong Kong. Send you much of love. We beat you. Oh, 最後都要咁樣咬我，好似刀仔吉一吉你咁樣。Okay. Yeah. It's a good game. I think. We'll see you. See you soon. Okay. Okay. Remember Hong Kong. Yeah. We'll be back. We'll be back. But you all in Hong Kong support Palestine. Yeah. We will support each other. We are the world. 好啊，馬爺，送一首歌俾呢個靚女啦。其實我好想送呢首歌，五個字，感激我遇見。好，你哋影相啦，我行開啦。唉，你好啦，又遇見。靠向我身邊，你帶笑卻無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渴望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身边你带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
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可爱的脸，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真挚每天，爱每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可爱的脸，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真真挚每天，爱每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